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25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站的比赛。那么今天呢，在北京，我们将决出冠亚季军。那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今天最实力的中国队的种子选手第250号选手张潇闪亮登场。三，谢冠，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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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的，我在这里呢，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张潇。那么目前呢，张潇在世界乒乓球界，他呢作为一名种子选手，目前的排名呢是第1,568,649位。 非常的不易。那么前不久呢，张潇呢刚刚获得了一枚宝贵的乒乓球世锦赛的木牌啊。好的，张潇，那么现在看到张潇呢已经开始了他的准备动作，准备好了吗？准备，准备。是的，热身。OK， 准备好了吗？好的。 对方得分，张潇下轮发球，马上开始，请准备。下轮发球还是对方发球？这就我们看到对方发出一记漂亮的内旋球，张潇丝毫没有犹豫，他果断的使用正手位扣杀击打，漂亮，得分了，漂亮，得分了，对方又得分了。是的，在乒乓球历史上连续两次对方发球得分是十分罕见的。由此我们看到张潇以今天的表现，确实用两个字可以来形容：恶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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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和张潇的母亲。啊？是的，这就是张潇的父亲和母亲。张潇，我为你有这么年轻的妈妈感到骄傲。好，现在导播告诉我，张潇，你听清楚，不仅你的父亲母亲来了，听说你的女儿也特意来到现场为你加油打气。是的，就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在哪里？我没想到张潇你居然有两个女儿。那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两句。张潇呢是一名非常知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就是在前不久，张潇呢家庭呢刚刚发生了一次变故，他和他的爱人呢刚刚的离婚。应该说现在张潇的情绪还没有平复，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张潇你的女儿就在你的前方，能不能用父爱来温暖她？张潇去拥抱她可以吗？真的轻轻的拥抱她。是的是的，拥抱你的女儿，大胆一些，去吧，张潇，你的女儿就在前方，去吧。轻轻地拍拍你女的背，但是留神啊。哪儿呢？这个在那儿。张潇，你的女儿一直在笑。去吧，抱吧，快！使出你父亲的勇气。
死蛋打，这这这。张潇，请你尽量用力轻一些，不要把你的女儿拍碎。好的，我们继续比赛。什么？我现在听到导播告诉了一个更加严重的消息，那就是张潇破坏你婚姻的始作俑者也来到了今天的现场，他居然也来观看你的比赛。张潇，我不知道你现在作何感想。如果我对我看到他的话，一定用屁股坐死他。对呀，他在哪儿？张潇，你看到他是谁了吗？对吧？打他！打他！没错，打！无情的打他！张潇，用尽你全身的力气，对他进行殴打，千万不要放手，来吧，张潇，这个人是谁？大家不要继续起哄。张，你什么意思？张潇，我站啊！退！我这退！我你给我住啊！站！不是他那个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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